最近成交的穿搭都是以简约低调的黑白设计为主，还真是让服装看上去工气十足呢。look 一，白色 T 恤加牛仔印花服装，清爽大方的白色 T 恤以一种十分精致的展示为主，在清爽风格的表达上，对于紧绷的上衣设计还是会显得比较的修身。这样的精致穿搭并不似以往的休闲风格，反而更容易在日常服装的设计中展现出清新时髦的风格。look 二，黑色皮衣穿搭，精致而又帅气的黑色服装，在时尚感十足的穿搭中，以一种十分典雅的设计为主，搭配时尚感十足的精致穿搭，对于柔和服装的设计而言，会更容易展现出专属于女性穿搭的帅气风格。 Look 三，黑色内搭加黑白格纹服装，在清爽日常的服装穿搭中，以一种黑白格纹的外套搭配上小裙子的设计为主，对于许多女性的时尚服装穿搭而言，会显得更加的大方时髦一些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